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6点至8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10月8号嘅《啤李漫步》嗱，今日咧就细佬牛一，唔好讲嘢噶啦，大家一定系要货金噶啦。嗱，我啊做埋呢几节节目咧，咁我就去远游，咁但系咧喺我外游之前咧。即係其實漚嗰幾日咁應該漚好啊嘛，即係嗰啲咳啊、咩鼻水啊嗰啲。點知而家我發覺咧，屌你老味就周越嚟越唔對路，咁呢啲叫賤命啊！一放假就嚟了啦，哇！突然間覺得啲骨又痛啊，咳啊，咳得越嚟越犀利啊，有啲頭脊仲覺得好凍添啊！咁啊，一陣睇下今晚啦，即係我其實要咁唔會嘅，咁我食好多成藥頂咗雞頭先，咁上唔到機咪唔去咯，冇乜大不了噶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唔好講咁多啦，咁啊。嘭嘭聲就準備做節目啦，咁希望各位繼續課金啦，係嘛？當俾封老毛我啦，即係都要啦，即係老實講，你即係作住病咁樣，57歲啦咁就。咁頭先咧，我因為今日咧準備咗4節嘅資料喎，咁因為之後嗰2節啊 ，Lawrence 會上嚟嘅嚇。咁我咧就比較早得閒咧，咁啊無聊咧就喺度即係恰一恰啦，諗住點知恰唔著，咁啊上 YouTube。咁啊！突然間有一個咩舊照片彩色舊照片嘅舊香港咁樣啦，咁呢咁樣 YouTube 好多啦，平時都咁我話未睇過呢一個，咁啊撳落去20几分鐘，我一睇咧，哇差唔多睇曬，哇由呢、這個即係30-40年代嗰啲舊相啦，咁佢應該用 AI 咧，即係整咗彩色嘅，即係全港各地，你真係四個字，即係滄海桑田，嗯。咁我哋有個好 brief， 我哋嘅簡單歷史我哋都知嘅對香港。但係當你見到咧呢啲咁嘅相片，睇咗過去幾十年，即係點樣由一個真係我唔好話漁港啦，漁港嗰個經歷我正式嚟講，我自己都冇真係親歷過。縱然我細個都有香港仔嗰啲，咁但係我成長即係我有記憶嘅係70年代啦。咁嗰陣時咧，咁其實同60年代啊。50年代的面貌咧，70年代咧都接近嘅，所以我哋可以聞到嗰陣味咧，即係想像到我哋嗰啲先輩啊，即係嗰啲前輩啊，點樣係生活嘅。咁當年啦，去到70年代中後期咧，咁香港就真係個經濟發展啊、基建啊嗰啲改變啊，即係譬如話以前我哋而家好多人唔識㗎，啲後生咩南煙通咁嗰啲，咩尖沙咀啊、火車站，咁我都係有個好朦朧嘅印象。咁但係你嗰啲相會 recall 你咧，嗰陣可能我幾歲咁啊見過，咁啊跟住有啲嘢陸陸續續應該喺度，咁譬如半島大酒店一早都喺度啦，咁但係半島酒店隔離附近嘅嘢，喂，由以前係田嚟嘅，跟住變咗條蘇克士巴利道，變咗個天文台，變咗個咩1881，即係你係會幾十年就咁改變啦。咁而家香港係咩環境咧？嗱，今日咧。收市幾點啊？23000跌咗1000几點，跌咗21000，唔係2100几點，佢跌咗，跌足2100几點，最高峰跌2300几點。咁大家咧，又即係好特別啦。咁樣嘅大水漫灌，喂，大陸都好似嗱，因為我3点几4点睇咧，都仲係升咗幾百點啊，3000几點喎，升係啊，係嘛？咁香港點解會咁跌咧？可能香港因為之前即係大陸成個星期佢冇開市。香港先頂先嘛，咁啊，而家就拋貨啦。哇！頭先網友讚風聲好喎，因為我揸翻聽，即係話最多咧就升到24000啦，正指數，然後跌翻佢落嚟啦。係啊，今日即刻跌喎。嗱，咁啊睇下個再長睇遠啲，我哋梗係希望風數中啦。係，咁定係中唔中呢兩日先啦？但係你又要咁講咯，其實大家而家呢個遊戲好得意嘅。呢個遊戲咧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好難去持續，一定係後遺症嘅。咁但係你又唔好諗到呢個世界上係一定係咁 straight forward， 就係你諗咁樣嘢，分分鐘佢真係會飆喎。我真係唔夠膽講喎。係啊，你尤其是近呢幾十年，即係呢20年啦，應該咁講，根本個股市同經濟冇關係㗎。你啲人咧可以冇嘢做，輸到撲街，然後炒到3-4万點㗎。即係呢啲嘢我哋唔係未見過啦，咁大家就小心啦。總言之咧，我覺得最緊要就係、把握機會，各位網友。係，即係點啊？趁低吸納。講啲嘢你自己諗。係。
即係你譬如擲咗好耐啲樓啊、股啊，有機把握機會。嗱，呢個就最實際嘅。至於你話係咪要趁得吸納咧，我真係唔夠膽講。因為而家香港啲股票我都唔睇。啊，問阿紫微星人嘅未知。唔係第一，我不嬲都唔睇嘅香港啲股票。第二，喂，你太笨柒啊嘛！好似而家咁多嘢玩，好似我喂講真，你就咁叫我買啲股票喺度等等佢升咗幾個價位放嗰啲。喂，好 old school 啦！而家咁多即係衍生工具，喂，根本都係賭啫嘛。咁喺呢個時候有大好友㗎。我琴晚聽呢、這個唔記得光明頂定係風雲谷咧，有條大好友咧話會我唔夠膽排除，因為而家呢個世界一講到錢，大家喂其實講真啦，就算係外國資金講到嚟啊，嚟緊又好嚟咗又好，都係走同你屌出一出你一轉啫嘛，係咪先？咁你諗下個基礎。即係呢啲嘢，我真係我係好老土嘅。而家就個個我就唔會恨嘅。即係譬如零幾年嘅時候，即係個個又話哇嗰啲 A 股過嚟香港啊。喂，講真，而家哎呀你哎呀，如果嗰時我買乜啊，就咁。但係一見到你一調整之後嘅，屌你咪恨自己冇玩到咯，咪咁解啫嘛。OK。不過最準就係沈大師。係。佢咩前日講啊嘛，嗱呢個星期咧恆生指數即係呢幾日會22,000同至23,000佢叫上落，結果升嘅時候破23,000，跌嘅時候就跌穿21,000，好嘢。唔係，但係咧，你咁樣講，我用即係你其實都好難預計今日咧會跌2,000+嘅，其實係啊，即係你個呢年或我自己諗落去話分分鐘。繼續踩上去都唔定添啊！成交好似咩6,000+啊，仆街！好啦，我咧因為頭先有啲凍，所以叫啲同事咧整個湯俾我暖下肚先。呢個係咩湯？攞兩盒嚟。但呢個咧，我係缺咗貨好耐啦，呢排翻緊貨。咁其實有冇多啲剩少少喺度俾阿紫微星人啊？冇啊！嗱，咁我有兩碗啊嚇。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出嘅呢只，就係法式龍蝦湯香港製造。咁我哋飲過噶啦之前。OK。咁認住個盒啊！大家自己上嚟買，因為點解我會再飲呢？今次係唔同咗嘅，係唔同咗，因為咧，大家唔知嘅係我自己咁心水清嘅，因為個盒咧之前咧呢一個龍蝦湯咧，我係冇燙膠嘅，今次佢燙埋個膠，所以係靚啲個盒，所以我要飲下。話就話個盒變啫，你關啲湯咩事？好難講。我有啲友要成日飲，要飲住啲湯，啲嘢好賣有個道理嘅，除咗我賣得平之外，佢真係夠味嘅，啊，喺西爾龍蝦湯嚟講，佢都係好高高高水準。煮餸都得。係啊，煮餸煮咩餸啊？西式啊，嗰啲咯。我嚟做汁啊！擺汁啊！汁入或者你又唔夠結喎、啊？擺啲夠啦，擺啲蟹啊、蝦啊咁樣，哇正！唔係啊，呢只如果我喺屋企飲咧。我都中意落少少海鮮啊、蟹柳之類，有啲咬口啊。啊！我呢只都有啲蝦龍蝦肉噶。即刻暖咗好多。好啦，講下新聞先。CNN 報導，香港加裝2,000+監視器。咁啊，專家咩專家先？我睇下。哦，呢啲係倫敦。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的主任，即外國勢力啦，外國勢力啦又有，喂，但又唔係喎，英國科技研究公司喎，咦，都係外國勢力喎，咁又有啊呢個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的研究員啦，霍夫曼喎，咦，都係外國勢力喎，啊，咁仲有冇咧？啊，都有，中文大學法律系副教授，不過係外國人啊 ，Norman Whistler， OK， 嗱，咁啊，其實大家都嗰樣嘢講嚟講去。啊！就算而家香港再話加裝個2,000+，我睇翻先 ，OK？ 平均嚟講咧，其實我哋都唔算多噶。譬如嗱、香港政府而家設置有54,500+，嗱、而家呢個數據我揾到啦。之前咧喺外國本地報道我揾唔到嘅，而家啲數據咧我都成日奇怪，啲人話冇，點解成日咁容易拉到人嘅咧？原來而家已經有54,500+監視器，即係每1,000+港人有7+監視器，同美國紐約大致相同。咁但係中國就勁好多，中國每1,000人咧有440+監視器。咦，即係我哋唔夠多喎。哇，咁差好遠啦，440+同7+ ，OK。咁但係，佢話中國公安個監控系統咧，
係傾向於定向追蹤指定人群嘅，因為有人面識別啊嘛。譬如你係傻佬嚟嘅，譬如你係謀殺犯、意見人士，譬如你抗議過，係啦，佢就只咁樣嘅。佢話：但係而家你香港已經有54,000多，你仲要加裝落去，而問題就係喺各方面，即係其他政治啊嘅動作啊，平時係會俾人你個感覺，即係呢個就外國勢力啦，外國勢力講啦。就越嚟越似中國嘅一個城市。香港唔係嘅咩？咁香港係啊嘛，已經。今年十幾年俾個感覺都係。唔係啦，香港已經係啦。一件污，兩件衞，唔爭在啦。但係咧，我真係最，我覺得大陸就 efficient 好多嘅。香港呢啲咩 CCTV， 我成日有個感覺就係、喺重要關頭佢就壞嘅。係就係，點解咁咪裝咁多嚟都冇用啊 ？CCTV 啊，連警察嗰啲攝錄機啊，係啊，都唔開，應該開時都唔見你開。佢冇話唔開啊，佢冇話唔開啊。唔撚答你有冇開啊？係啊，佢冇話唔開啊，你嗰度先大撚鑊啊。OK， 咁啊我又唔知啦，呢啲立法會就會唔會去 check 下佢哋啦？嗱，即係譬如上次講國安局起嗰個咩展覽館咧，直情唔答你啊，咪涉及國安，我都唔知展覽館涉及國安乜嘢。用咗幾多錢都唔可以答。係啊，喂，你話捉啊裝200萬都可以答噶嘛？唔答。喂，如果你唔答咧，問心嗰句，講直白啲，即係任你玩，你點都得啦。或者講衰啲，後面唔係使好多錢，係啊，專登就懶神秘，要啲人即係佢屌柒你。喂，如果你話專登懶神秘，啲人屌柒你嘅，喂，咁你即係低高級紅嘅啫喎，低級高級黑嘅啫喎。係啊。OK， 好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就唔特別講啦，我唔舒服，因為工聯會槍，即係而家有施政報告啊，青年置業儲蓄計劃。即係話咧，嗱，工聯會啊，啲青年咧就整個計劃啦，就每個月可能儲佢人工嘅20%-30%，咁啊，跟住咧佢到時咧就可以政府有樓俾佢揀，保證啊啲支持啦，即係幫佢上車。你有冇發覺今次施政計劃咧，僅餘嘅政黨組織等等，個個都係出嚟講嘅，佢點樣嗱？唔理佢做唔做到，點樣幫後生仔上車嘅喎？喂，你真的覺得後生仔好撚想上車咩？喺度係你哋覺得就係話，定係因為嗰陣時都話要解決深層次矛盾，於是乎過向呢個方向。嗱，我唔排除好多年輕人，特別係譬如你大個啦，20歲啦，我香港屋企環境好狹窄啊，或者種種原因唔想同屋企人住，係嘛？於是乎有置業嘅需要，我唔排除。喂，但係而家喺咁嘅，即係老實講咁嘅，而家呢個咁嘅形勢入邊。你個個走出嚟講，喂講仲有喎，佢講嗰啲嘢根本係多鳩魚喎。而家啲佢話中位數25至34歲僱員中位數20%，我都唔我冇統計25至34歲個僱員中位數，其實嗰個可能會高啲嘅，比即係成個中位數，我哋中位數20,000+啫嘛。我當佢28,000，兩成供5,000多人嚟，你以為啊都好好過冇啊？你一年都係6皮嘢啊！你點樣上車啊？啊！點樣幫佢上車啊？啲人未必真係想上車，但係想啊搬出去見嘅。諗下一家四唔係講嚟講去公屋咯，應該即係佢200尺係咪啊？咁啊，但係你起得又唔夠多，屈住啊，繼續喺度住，娶個仔娶個娶個老婆，你有個新抱又要搬入嚟，咁多條友。屌你老尾！老實講，你政府自己阿超哥又話㗎，話佢考慮緊咧立例咧，唔可以起得太細嘅樓。你睇下今期2024居屋，一樣係100幾尺起㗎。係就係。屌你咁搞講乜撚嘢啫？你自己都起100幾尺係嘛？即係講真。香港你應該而家我哋所擺所有 effort 落去，大家望清楚個問題。不過你冇本事，亦都冇有呢個認知都冇啦，呢個能力夠唔夠膽同老細講？我哋真正嘅問題，習近平講噶嘛，一國兩制啊嘛，不變形不走樣啊嘛。啱啱上次20大仲要講埋港人治港啊嘛，幾耐冇講過？我哋上次都提過啦。喂，你咪同佢講咯。喂，而家咁樣又好似咩喎？不過你會唔會講咧？因為嗰啲好似乜嘢硬得滯嗰啲係全部你做啊嘛，唔係人哋叫你做啊嘛。屌全部政治化，講講兩句又話人哋軟實力、軟對抗，咪唔撚講咯。你睇下謝偉俊嗰啲講乜嘢啫？喂，謝偉俊講一個事實出嚟，你聽完你睇點跟進或者跟唔跟進一件事啊？哎呀，你令我諗咩黑布點，咪唔講咯。都靜咗好多呢排都。甚我諗佢唔選添啦，大概。喂，做嚟做咩啫？係嘛？有殺頭冇風告嘅，出咗去仲可以扮，即係扮好似張炳良啊咁嗰啲，係咪先？屌，彈算下你，咪咯嗱。你而家你政府唔搞呢啲，
嗱，其實日日都有嘅。結業潮又多三間小店，再加間華潤堂，咁你話形勢幾大鑊 ？OK， 嗱，其實我就真係唔會笑人哋。華潤堂都記住，中資雖然佢唔係華潤，但大把錢㗎。嗯，嗰幾三幾十間，喂，而華潤堂佢嗰個 announcement 係乜嘢？因為受外部不確定的因素和各種營運的挑戰，經審慎重考慮之後咧，決定喺10月8日咧關閉香港全線嘅分店，一間不剩。華潤堂咧，咁啊當然做得麻麻地啦。嗱，佢做咩嘅咧？佢又賣嗰啲啊濕條紋嘅，照計咧，即係嗰啲啊健康嘢，係食到應棍嘅。即係我唔用嘅政治立場取態。喂！屌你連健康連鎖店、華潤堂呢啲，喂佢蝕少少，佢會繼續做嘅呢啲入獄啦！屌你老尾，即係冇嘅，嚟緊出條街睇下。好啦，咁啊，第一邊三間咧？南小館咧，喂不嬲都執開嘅啦。嗱，而家佢咧啊，青衣城分店門口貼出告示啦，因為租約期滿10月13日，即係下禮拜日，我就係最後營業啦。咁啊～嗱，最高峰嘅時期咧，南小館咧喺香港咧，2012年開始營運 ，OK， 有十間分店。咦，2012年咪18大，啱啱我哋習近平主席上台嘅時候，係好嘢 ，OK， 有十間分店嘅。咁啊，而家得翻青衣城分店。換言之咧，10月13日咧，青衣城都接埋之後咧，南小館咧就全線結業，再見江湖啦。哦 ，OK， 即係連嗰間死剩總都冇埋，冇啦，唔做，啊。或者人哋唔覺得係慘噶，佢係即係你計數啫嘛，做生意睇前景啊嘛，蝕冇所謂噶。有陣時啊，今日你蝕唔入獄啊，或者點都頂得住嘅，咁你會望佢好噶嘛？屌你老尾，你點好啫？好啦，錦田顏順發粉面就話聽日光榮結業。係嗱，餐廳向每位顧客表達衷心嘅感謝。無論多年嘅風雨無阻嘅老街坊，定係僅係數月前先認識到嘅新顧客，都多謝鼎力支持，令到餐廳不斷進步。不過經營60年又如何？嚇、啊，不敵呢個租金。喂，經營60年喎，同埋物價上升好多年啦、啊，呢間就哇好多年啦，屌入到去，我僆仔入去都見佢喺度啦，起碼。我諗下依家執嘅，譬如嗱，你華潤堂可能你話。貴少少嗰啲嘢，南小館不嬲走上海菜都即價格唔中下㗎，唔去貴佢平過咩㗎？平同埋貴都係衰喎。係啊，冇啊。上中下價格都走。南小館應該係比咩黃家沙啲平啲嘅，行條路先，即將啲親民啲嘅。但幾精緻嘅啲嘢都。係啊 ，OK 嘅。嗱，另外北帝街鴻記潮州老尾喺 Facebook 都出 post 嗱，鴻記潮州老尾。鴻記啊！我而家喺度諗緊，係咪因為北帝街我熟嘅，但係佢係咪老好老嘅店家？即係我唔知啊，可能做咗20-30年嗰啲咧。鴻記我都食幾次。佢話對餐廳嘅熱情永無止境，就算世界與星空每天改變，咦咁兩熟嘅？就算世界與星空每天改變，咩歌嚟㗎？哦，郭富城啊！哦，係誰輕輕叫喚我？哦，即呼喚屌有咩？係啊！指餐廳對美食嘅熱情永無止境，就算世界與星空每天改變，客人嘅支持總不減半點。最愛聽客人嘅聲音，屌直情最愛聽客人聲線啦，係啦，屌你廿幾年前歌詞，你呢只歌都講下20-30年㗎啦，我啲呼喚啊，鴻記潮州老尾又唔做，佢話嗱睇翻佢啲 post 記者上個月咧，即係都見到啲端倪㗎啦，25日。走過戴口罩的日子，走過封關的時間，行到了淡淡的市況，行到了人手不足，我們想結業了，咁其實有啲端倪啦。嗱，呢一個又係一個奇妙到爆嘅情況，我講過好多次。屌你乜個話冇嘢做，又請唔撚到人，我真係請唔到人喎。即係香港人唔願做呢啲工啊。啊，拗兩曬頭。講有話要買龍蝦湯，話飲完之後唔咳喎。喂，好撚正嘅龍蝦湯就係、是、咳就唔關事嘅，就係、是、好啦，好真係好啦，好飲。OK。原價99蚊，而家59蚊，有兩碗嘅嚇，休息一陣。